谎言总比我被拆穿的那一天。从我公布怀孕的那一天开始，就有很多人说我是炒剧本，为了流量假怀孕。你怀孕还能说假的吗？嗯，对，我一次都没有做解释。我觉得时间肯定可以证明一切，给大家看一看。我是不是显怀了？显了，显了，显了。我觉得吧，不管是谎言还是流言蜚语，总会有不攻自破的那一天。走，逛街去。哟，你太瘦了，从前面从后面都看不出来你怀孕。哎呦，只有这样咕噜噜的了，都能看出来了，是吧？妈妈，你这什么时候把钱都准备好了？我单位准备着给你买衣服的。其实吧，很多人都说我是为了生孩子，然后有流量才生的孩子。我的妈呀，其实我已经有四个孩子了，我没必要再生这个孩子去弄流量，对吧？我身体也挺重要的，但他来了嘛，我跟我老公就觉得是缘分，要不我们也两口子也不会生四个孩子了呀。不过也确实如此，四个孩子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流量。不过我也没有后援呀，我没拍视频之前我都已经生了四个孩子了。我是生我们家小四蛋八个月的时候开始拍的第一个视频，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婆婆身体不好生了病啊，迫于无奈，然后也没有经济来源才拍的视频。孩子多了好，我都喜欢孩子，孩子多了咋了呀？主要你也是因为体质，咱避孕呢都坏了，对不？咱主要是上咱家来了，来了就是缘分。说句实在话哈，我要是想要孩子少的话，就没有老二和老三啥事了，对吧，妈妈？到现在你把我婆婆的老二老三都是你的事，都是我的事。以后我也好好疼你。说一句实在话，我婆婆的心眼真的是太好了。就是孩子多咋嘞，人家吃好的，咱吃孬的。嗯，对，都能养活，对吧？咱都能养活好。我觉得咱家看着一群孩子可好了，你我咱家弄不了。妈妈，哎，咱家粉丝都可心疼你了，说你天天可累了。啊，累啥呀？咱家又没有地，除了坐在这儿带带孩子，累了都歇着哈。啊，对，累了都歇着。你现在穿上裙子可以。嗯，裙子行了哈，我等会试试吧。看到了吗？我要出来了。好了，有点闪光。我看吗？行行行也行。肥不肥？有点肥，但是这个穿着时间能长。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太肥了，感觉都能穿到生了。你看，行，不到这个肥肚里能穿到生。上厕所不太方便吧？我觉得这个款式不好看呀。我觉得好看呀，显得我多年轻，跟学生呀。你看，那这个跟学生妹似的穿上。好看。我看这个好看，这个。这个好看是吧？咱妈说好看，她眼光不行。个人眼光不同。好吗？你看这黑色的好看，还是这卡其色的好看？那谁造的？我看都好看。我再试试这个颜色。行，你试试吧。这个颜色显得我黑吧？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比那个黑色好看呀。拿这个吧，我看咱这个怪合适。啊，就拿这一套吧。行。哦，我给你扶回去吗？那给你现金吧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你拿走拿走。妈妈，嗯，我的买好了，走，给你买身衣裳去。你看我经常穿，我不买，我不买衣裳。哪有买身新的？不用不用不用。给刘小妮，这是给你。嗯，你吃的水果的。嗯，我冬天买的那个毛衣里边那个还不老汗嘞，我看那跟那汗衣我跟老娘买的。啊，行。你自己不舍得买，想着自己妈妈，啊，给自己儿媳妇买。妈妈，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哈，你看看是不？跟不一样，这个不带绒呢，里边。啊，这个不带绒，现在天暖和了，没有带绒的了。对，买完了。你说他人胖是吧？这个还红吗？这个不红，你要不要拿这个颜色就是了。这个有大小号，他再胖，我跟你说，他也能穿这个号。他不能穿，你给我拿过来。我跟你说了，他能穿。妈妈，这个颜色太红了呗。我拿着他叫我试试啊，他直接叫我试试啊。这个颜色还行哈，这个颜色行呢。我跟你说，他觉得我跟你说他能穿，这衣服怪好看。这号子小了，嗯，有年龄都喜欢穿大的，越是年龄大的衣服越是红红火火的。对，妈妈，咱刚才试的那个都不孬，咱就拿那个。如果要小的话，再开着车拉着你来换。俺老娘不能穿，你穿啊，行不？行吧嘞，不行就拿这个吧，不行不行，咱再来换呀。不要管，都能换。好嘞，拿两件去了吧，嗯，拿一个大点的，看哪要行吧，看老娘一个你一个。啊，就确定这件了，去吧。再给俺婆婆拿一条这样的裤子，刚才试了一下，穿了还行吗？啊，行，太舒服。啊，行，开票去吧。好嘞。又被小四蛋逛困了，睡着了。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老大今天周六也上学，小老三也上学，但是今天放学都挺早的，五点多钟就放学，刚好我们回到家，他们差不多就放学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吧，拜拜，妈妈，拜拜。